大家好，我是朱师奶。大家好，我是朱队友。之前呢那集呢就讲袁家敏是说啊在那讲到上晒光上晒线还几索几索。但是呢这条女呢都真的有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她是真的很懂，就是路在人在河边走，奶又不湿鞋，是不是？她呢爆还爆，她是离开香港先爆了。哇，咁真係咁啊，照完唱喎，呢啲好似嗱，咁我又讲多少少啦。咁袁家敏咧爆完之后咧，你唔好话佢影唔影射你多人运动啊，定系吓单打定双打啦咁。运伤钟培生咧呢条咁嘅吓个月球表面嘅豆皮，唔好话豆皮佬啦，月球表面啦，系讲得 Q 啲啦。咁佢系真系夹个头出嚟应，仲要咧系佢自己嘅回应里边咧系真系实的的写住几个字多人运动喎。喂，人哋袁家敏都冇话你，唔系话喂，其实我真系完全冇睇过呢个新闻啊。真系出嚟插，我真系觉得嗱，佢咧就真系好中意出嚟抢风头啊，或者刷存在感啊，或者曝光率啦、啊。咁啊，呢啲系好多可能二世祖或者有钱人嘅一个喜好啦、啊。但系咁样入去人哋话中视一家咁样嘅时候，佢又承认多人运动，咁唔通真系好似我哋之前嘅神预测一样，真系连啊我都唔敢点。佢唔系承认，佢系自己 name 呢一个字眼出嚟，即系自己撩出嚟。嗱，就好似徐若瑄咁，人哋个老婆都冇话系你，你夹个龟头出嚟做乜嘢啫？系咪讲多咗咧？哦，咁啊，嗰部后尾枕又唔出奇嘅，但系咁依家袁家敏走咗噶，真系。系啊，好似去咗伦敦定系边度咧？即系反正佢系离开咗先爆嘅，呢条友都好有脑。哦，咁但系喂，其实愚人节嗰日佢出呢啲新闻，咁之后佢又走咗。事前走定事后走嘅先？梗系事前啦、啊。事前啊，佢话去过呢一个四月复活节假。四哦，咁其实点解要走先爆呢？喂，我又唔相信啊，中视一族会买凶杀人啦、啊。喂，五楼有五仔啊，五仔喺佢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吓，呢一个三四十万一个月嘅有米 YouTuber 五仔闹完啊，钟培生系出律师信告佢噶。吓，哦，咁唔怪之嗱，之后喺 channel 讲嗰啲又话咩唔敢再乱咁讲，哦，原来咁样噶，咁我真系唔知道、啊，咁我哋惊唔惊噶？惊佢老鼠嗱，有米咧就即系当然大晒啦，系咪？咩女都玩得啦。咁啊，但系咧佢老豆就醒目啦。喂，你话中氏父子，我真系睬你有味啦，我有头有面，我出嚟同你即系如毛虾蟹，我回应你都费事啦。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真系嗱，中氏个阿爸咧阿父咧唔回应咧系啱嘅，但系咧隔篱嗰个林作咧出嚟柒。哇，咁林作不嬲都中意出嚟。冲出宇宙地柒噶嘛，即系咩都中意黐下，仲要佢嘅死敌天敌钟培生喎、啊，大佬。喂，好明显啊，人哋钟培生啊，就吓打卷之前俾阿袁家敏耗尽元气，搞到真系赢得唔光彩，应该两嘢 KO 阿林作啦。不如话佢黏头啲毛都系袁家敏帮佢啜出嚟嘅。嗱咁啊，讲多少少啦，呢几日咧，我吓又左等右等，哎，冇啲爆炸性喎、啊、吓，袁家敏系咪其实收咗噶啦？收咗咩先？收咗钱啊，肯定嘅。收皮啊，梗系未收啦，系咪咁正咁索？嗱咁啊，袁家敏咧就讲埋晒嗰啲话啊。好簡單，就唔好我唔讀佢嗰啲咁嘅嘢啦。真係簡單啲講咧，就袁家敏咧，好明顯一開頭咧，佢就每一次繳付嘅，你知唔知明唔明咩意思啊？哦，你識到條仔，點解條仔會同你傾完偈會俾錢你咧？你如果你即係你係男人啦，你都嚇成日攞下半身思考噶啦，咁咁成日嘅可能淨係咧，即點解會嚇傾完偈之後咧，你會俾錢？条女咧，你觉得个故事好感人？喂，不如我都有我的故事喎，大家都有唔同故事。要倾到俾钱嘅咧，除咗金融妹嗰啲 WhatsApp 啊，倾下偈之外，谂唔到有乜嘢要倾完俾钱嘅。咁啊，袁家敏咧，应该就见咗几次阿林作嘅。咁啊，点不知咧，见下见下咧，咁佢就越嚟越多接触。咁啊，甚至咧，阿林作有好多人，个个都唔 Q 理解我，唔支持我，冇人去明白我啊。咁啊，同佢倾电话，成日搵佢呻。咁啊，袁家敏搵林作呻？唔系，钟培生搵阿袁家敏呻。咁啊，阿钟。培生咧就喂，其实咧你可以收翻我每个电话1000嘅，哇！嗰阵我哋每六秒六毫，而家系一个电话1000蚊喎。等先，1000蚊倾几耐先，大佬你一个电话倾5个钟，乜都蚀俾你啦。嗱，首先咧，我唔知佢有冇啲吓，好似嗰啲僆仔咁样啦，系淫欲电话定系色情嗰啲网站啦，个语音啦，咁点都唔会一个电话1000蚊啦，系嘛？喂，咁我想问下啦，一个电话1000蚊，咁埋牙实的的肉搏有几多钱咧？哦。呢啲真系唔知喎、啊，但系如果我个电话台或者个电话就收得唔好，咁 cut 线算唔算一次先？妖，咁啊嘥咩废嘢？嗱，但系咧有人咧就话啦，接近啦，袁家敏就收咗人100万嘅喎。咁啊，比我想象中少喎，见过几少、啊？喂，见过几次面，可能群脚交锋吓、啊，大家单打定双打乜都好啦，几次100万？咁几次系 OK 嘅，但系一年、啊、一住埋一住咗定乜嘢？一年、啊。一年
嗱，呢个系袁嘉敏讲嘅啫。咁啊，钟培生梗系老虎蟹都话冇啦，识咗佢吓，好短时间就已经冇来往啦。咁啊，阿月球表面梗系吓甩都系甩啦。咁好明显咧，大家个 expectation 系唔同嘅。一开头你出去俾嘢，你食饭次次系现金缴付，大家两清，梗系干净啦，系咪？即系援交啊，其实嗱，唔系援交，不能够咁下流嘅。你讲嘢吓，好下流咩？上高上线个援交，援交会唔会有100万啊？咁你好多嘢都分平民版啊，咩高级版、钻石版啊嗰啲，呃钱噶啦。嗱，咁好明显咧，条女咧即系。唔使钱嘅最贵，咁人哋条女一开头收你钱，突然间话啊，我很想同你做朋友啊，咁隔篱啊魏俊杰个前妻都吓想打入人哋个豪宅做证人女友啦，咪俾人打到鸠头咁咯。咁嗱，但系大家都系同一个目的啫嘛，你哋冇何怨何阿杨娟咁高嘅手段，咁好明显大家都系想做证人做正牌啦。嗱，37岁呢个都算系高龄嚟噶咯，硬索个胸都会堕堕地啦，系咪？佢系呢几年系要埋街食井水噶咯，过咗呢个庙咧就真系吓。隔多几年，可能三口哥团肉都好似我哋平时着恤衫西裤咁，要左摄右摄先摆得正噶咯。37岁佢唔急咧就假嘅，咁啊林话晒啊钟培生都吓叫做呢个富三代啊，系唔系真有钱啊？确实系真有钱，柒咧真系有钱都冇所谓啦。好似隔篱吓阿沈大师咁，日日出嚟晒，俾人哋笑佢老公点点点，咁啊嗰个另外一个啦，唔牵扯得太多。但系都想讲翻，袁嘉敏系真系攞个心出嚟，唔理佢真心定假心，佢都系真系唔使钱，突然间嗰样嘢咧话 free 俾你，哇男人都～惊啦，话所以咧，钟培生就话：，唉，不如啊，你收翻我钱啦，电话咧1000蚊一次啦，咁，但系咧，阿袁嘉敏咧，慢慢佢就再约阿钟培生嘅时候咧，人哋系攞百般嘅借口，又，唉，我老豆又唔得闲啦，我又唔得闲啦，咁我唔知咩又关佢老豆事啦，咁醒目女如袁嘉敏就实知道，唉，扑街濑嘢啦，咁开始捏指一算啦，哇，我陪咗你成年咁耐，你。唔使钱啊，永远最贵啦。咁袁嘉敏咧就好肯定，嗱两个方向，一系咧我系做证人女朋友甚至老婆啦，系咪？好似金比咁，你踎咗咁多年个屎坑，你都系等下屙屎嘅啫，有咩理由吓？排咗咁耐凳仔，唉，真系陪你一年，嗰啲都系时间，都系金钱嚟噶嘛。虽然袁嘉敏都讲，好似再冇呢一个鸭王3、4、5揾佢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唔系，但如果听你咁讲，其实又。错不在钟培生、哦，如果成件事明白，又以我一个男人嘅身份，即系又唔可以话点样太偏颇去某一边。但我听下，我又都想讲两句。如果我系钟培生或者我个男人，我出嚟洗钱或者揾女人寻欢乐，或者即系叫做学你话斋啦，有啲明白，大家唔好搞咁多嘢啦。我都系想揾人吹下水，你又温柔体贴，又肯听我讲下嘢咁，就咁即系咁样，大家咁嘅关系，即系吹完上面吹下边，即系都冇所谓嘅。同埋呢个梗系最好啦，就系当你完咗之后，哇！突然之间对我咁样，可能你会唔会开始上力，会唔会开始觉得要多咗？系啊，幻想自己系个屎忽掉下掉下就掉正咗张凳坐稳咧。喂，如果我系钟培生，我都惊啦。咁你约我，我一定 say no 噶啦。喂，大佬，我系边个？我唔好话我系咪钟培生啦。假设我有2000万身家，我都会谂啦。37岁，你就算系女优好正都好。都同啲靚妹冇得比噶啦，即系男人永遠都系咁噶啦。咁未試過咪試咯，試完梗系再試啦。越試都越後生噶啦，好正常。我覺得鍾培生如果咁樣聽落去又好似冇乜點錯喎，會唔會係袁嘉敏即系叫做臨尾掌捉住青春嘅尾巴就捉錯咗咧？嗱，咁好明顯咧，即系都係男女嗰句啊。女人咧嗱，好現實噶，大家嘅性嘅構造唔同，女人咧係。非常之越屌咧，会越沉嘅。男人咧系屌完之后就醒咗嘅，系啊，冇错啦。喂，我都食过啦。你吸引我嘅就系青春，唔系青春啦，肉体系嘛？呢啲性欲、兽欲啦，咁我满足咗咯。咁喂，随手可得，仲要你拥住嚟。嗱，其实咧就可以咁讲嘅。其实女人咧喺男人嘅眼中咧，就好似一幅好靓嘅画。每个男人手中都有一般物质，你行完冇得临去之前，你欣赏，哇，好靓喎，好靓喎，但都系一倒一般物质落去。污糟晒或者遮住晒，原本靓嘅你都开始已经觉得都睇唔到啦，冇所谓啦。咁你如果另一幅好靓嘅话，再去欣赏，你记住，男人嘅物质系会不停咁 fill 满嘅。咁啊吓，讲一声俾你哋吓听紧嘅女性听啦。点解成日话喂条仔啊，好似同咗我一齐之后，好似爱答不理咁样？女人咧，当有一个马佬走埋嚟追你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啊，佢对我几好，试下啦，试下啦。你系试，咁即系有机会得或者唔得啦。而个男嘅咧，调翻转头咧，佢嘅角度就系、是、有个女人摆我面前食下啦，食下啦，诶，食咗喎，咁啊，咪食咗咯，走咯，即系嗱，未必会走嘅，可能会继续食嘅，咁啊，睇下
食得落去就睇下系乜嘢性质啦。真系咧，以性开头嘅关系咧，99%咧都系冇 happy ending 嘅，即系千祈话嗰啲咩？喂，唔系、哦，有啲吓喺老懒咧，摁下摁下磨下磨下，真系结咗婚嘅、哦，嗰啲系真系万中无一。大家上嗰啲咩交友 apps 咧，搵 sex partner 或者 one night stand， 哇，嗰、那个男嘅好型啊，咁同佢瞓，你擘大对俾人哋，人哋都食完，真系唔会多谢你咯。就好似阿袁家敏咁，你唔收钱，佢真系唔会多谢你嘅，系个惊 Q 咗你。唔系噶，唔系，其实我会多谢人嘅，好好中意多谢人嘅。咁好礼貌，系啊，好客气添啊。啊，袁家敏咁就真系衰咗啦，系咪？嗱，但系咧就好似阿汪小菲同阿大 S 之间啦，唔系大 S 啊，同呢个张明明之间，同呢个小三之间咧，就好多。在朋友 group 那里过重甚密的 message 来往的、哦。那钟培生这个契弟呢就他的 best friend 就是林作。那么林作呢真的狗到无伦的、哦。他就说你们哪个呢想看袁家敏和钟培生的 message， 500元。啊卖。啊即是一个 cap 图的。是啊。不是他是放料他说500元卖。那然后呢记者真的放蛇呢给了5嚿水他就真的有东西回啊记者的。那点不知呢爆出来之后呢即记者当然拿来、啊、大做文章啦。那阿林作就说喂这个是英式的幽默、啊、只不过是、啊、讲一下笑啫你们这么紧张做什么啫即讲埋晒那些什么人格啊那他贬低他。我不明白、啊、首先什么叫英式的幽默那你真的有收过人的如果五嚿水而你真的给了一些 cap 图人来看这叫幽默。咁即係我唔使做間諜啦。咁其實你同出賣嗰家機密有咩分別啊？嗱，咁如果咧兩樣嘢啦，一係咧佢就呃記者攞嚟呃錢，嗰張咁嘅 cap 圖咧係佢自己嚇攞小畫家嚟砌嘅。兩個電話自己互聯互通，你話邊個得噶啦？奧巴馬同習大大傾偈約炮得噶啦，咁樣講係咪先？咁記者已經講到明有證據，佢都可以話係嚇講笑，咁啊俾阿老蕭啊蕭生啦，蕭若元啊真係捉住佢喺度狂屌啦，就話佢個名佢有新朵嘅，就叫做林下作。喂，咁佢真係確實係喎。你作為一個人，我唔理你富二代、富三代、富村窿都好啦，好少咧，你靠你老母揾食，仲要係。去批评佢老母，佢话佢阿妈咧系诶点讲啊，冇文化啦，冇 taste 啦，仲要公开数佢阿妈，话佢阿妈不是最，我最记得佢曾经咧指住佢阿妈讲话，喂你都买埋晒嗰啲淘宝嘢，佢阿妈个豪宅咧半山啦，系嗰啲，佢话嗰个书柜嗰啲书咧全部系淘宝空心嘅里边，即系佢系呃人嘅，你就算你唔系有钱仔，你都唔会咁样讲你阿妈啦，系嘛？哦。咁就哇，真係好扑街喎！呢条烂摊真係烂摊嚟嘅。唔系，其实你从佢个发型啊，同埋从佢平时言行举止嗰啲咁嘅嗰啲咁样嘅肥肥流嗰啲动作，都 feel 到嘅。但系佢系唔系一个戏剧嘅效果娱乐？但我觉得，如果佢阿妈本身有钱，呢咁嘅衰仔咁样去出卖阿妈或者即系诋毁阿妈，我觉得佢阿妈未必会应承佢嘅。虽然咧讲得好好听啦，话佢嗰个半山有两间，即系佢阿妈住楼上，佢同阿裕美嘅住楼下，我就真系柒都唔信咧，楼下嗰间咧系佢自己努力揾翻嚟咯，冇可能啊，黐孖筋啊，我退一万步讲啊，当年啊，如果冇麦明诗。识 Q 嘅老母鼠咩？哇！咁啊，真系完完全全冇人会理佢嘅、哦。一个又丑样，又唔系话非常之有钱，佢系即系你数到边样嘢，佢系出众或者玲珑嘅咧？真系冇乜嘅。从一开始啊，打住呢个麦明诗男朋友嘅旗号出道啦，叫做半出道，叫做一个知名人物，唔好话成功，唔好话幕前乜乜柒柒啦。麦明诗男友啊，到分咗手啦。我最记得咧，佢喺个餐厅咧系讲到阿麦明诗吓爆喊，然后咧另外有一次咧，佢喺度打波，我唔知点解打波可以咁矮都可以打波嘅咩？麦明诗跑住去同佢买水俾佢，喂，即系。有好多人话，唉，麦明诗吓，佢都系志不在娱乐圈噶啦。咁你唔好理，人哋可以咧，又可以突然间，我唔做幕前咩？我就真系走去考个律师牌，真系做到律师、哦。佢喺嗰啲咁嘅野鸡学校读咗一年，读个法律嘅学位翻嚟，然后就打住麦明诗男友嘅旗号，叫做出名补习天王。如果佢真系掂啊，而家都捞到吓跳槽千万嘅续会费啦。哦，如果讲林作，如果掂嘅就唔会系阿麦明诗系十优，而唔系佢，即系唔系佢系十优啦。咁同埋林作由一开始出嚟，即系我冇乜点理过呢个人或者有咩评价嘅。但系喺我一个知道点样讲咧，唔系太八卦嘅人嘅眼中啊，佢只不过系一个小丑。系啦，冇错啦，即系佢系一个甘愿或者佢系 enjoy 享受做呢个鞋角啦，咁啊从而获利啦。咁啊，佢所以你话咩林下作啊？咁啊，其实佢之前同阿钟培珍大战嗰期，佢都系卖呢啲噶啦。喂，咁佢已经系名利双收噶啦。首先收咗阿钟培珍嗰个费用先啦，出场费啦，然后好似系收咗唔知咩10皮啊，100皮啊，但系令到咁多人关注呢件事，所有呢啲嘢都系钱嘅变现嚟噶。呢条友唔系傻噶，但系你话佢呢一个。
即係 attention seeking， 好似阿雪姨咁。點解佢要將自己包裝到好似白雪公主，俾你哋咁樣去恥笑？所有嘢都係流揸住流量的鎖匙嗰個密碼 key。哦，咁啊，下下都系钱嚟，揸你老鼠啊！真系流量密码 key。喂，你真系要多谢阿袁嘉敏呢个吓大奶奶啊！如果唔系，你段片点会有咁多人睇？唔系，等阵先，我都多谢你。其实我同你一路录片嘅时候咧，你喺我面前一个三十几寸嘅曲芒咧，系满满都系袁嘉敏嘅奶奶，佢泳照啦，佢嘅唔系你群春光照啦，我都真系几多谢你啊！啫。喂，嗰次啊，我哋喺成班 friend 面前一提袁嘉敏啊，呢三个字啊，哇！啲仔系放金光噶，平时系唔讲咸湿嘢，一个非常之正经嘅男仔。佢讲我啊？唔系，然后哇，梗系正啦、啊！袁嘉敏，哇，你见到佢嗰啲肾上腺素砰砰声升住嚟，有佢老婆喺隔篱望一望、啊。哇，不过袁嘉敏真系，我都真系集中唔到啊！女人真系唔识欣赏，女人系完全觉得诶咩师奶诶嗰啲，女人同男人嘅观感真系完全唔同。但我系非常之欣赏呢条女嘅，真系。袁嘉敏不得了，当然啦。当年佢选港仔嘅时候咧，有啲人话：喂，佢啊有一个咁嘅叫做哎呀奖咧，都系全靠阿三姑。三姑同佢咧，当然系又有一段渊源啦。佢当年我记得啊，冇记错，冇 fact check 啦。佢系阿三姑个老公陈可辛嘅公司同事嚟嘅。咁哇，竟然老细可以去推荐一个自己公司嘅员工去选港姐、啊。喂，你挂住佢呢个 title 啊，都已经赢咗一半啦。你唔好理佢究竟身材得唔得，样貌得唔得。哇！我真系服咗你啊！点解你可以突然间讲埋呢啲咁遥远而今咁少人知道嘅嘢？我都呆咗啊！真系。咁啊，接住落嚟，佢就吓经历过吓王晶嘅洗礼啦。咁啊，之前咧，阿黄秋生仲话咩？阿王晶咧系媲美呢一个英国嘅名导演。喂，有乜导演系会吓借呢一个拍戏为名而要？拍戏开拍之前去见下人哋对波，我睇下你有冇纹身，睇下你够唔够拼，睇下你个 shape 系水滴啊，定系心形空啊咁。哇，你老尾，点解王晶个老婆仲未同佢离婚嘅？诶、欸，咁啊，你唔好同我讲佢好有职业道德噶。哦，咁啊，即系我即系厨师试菜咯。但系个个厨师试菜嘅时候都唔系饱住试嘅，可能佢系选择自己好饿嘅时候试，咁咪食埋咯。但系我又覺得，喂人哋做得導演，我唔知啦。我嗰個年代，我細個睇王晶啲片大嘅，我覺得王晶啲片，你話媲美英國咩名導演，我啊覺得真係吹噓嘅。但係以嗰個年代嗰種低俗、鹹濕、淫賤嗰種，我真係不得了啦。我最記得佢有套戲係講一個尿壺嘅祖先，就講咗突然間個男主角攞個尿壺打飛機射咗落去之後，原來就係黃沾就喺個尿壺入邊，俾佢射咗出嚟。哇！真係笑下到黐筋啊！呢條橋咧，我真係到依家我都覺得真係好佩服佢啊！真係黐孖筋啊！真係，所以佢成功嘅地方，咁黃沾不嬲成功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嘅鹹濕、佢嘅賤、佢嗰種思路，即係可以將一個男人對於鹹濕嘅嘢真係扭曬出嚟嘅。所以佢系，所以你话佢咁样而去试菜咧，我觉得真系冇乜特别咯。嗱，仲有咧，王晶咧艺术细胞多唔多，高唔高咧？咁啊见仁见智啦。但系佢喺呢一个收视又或者票房嚟讲咧，其实佢唔差噶。佢唔会差啦，大佬。如果佢啲桥会差，日本 A V 界就唔会咁蓬勃啦。我就唔会晚晚都仲睇 A V 啦。依家我好肯定讲一句咧，嗰啲咁嘅乜乜 A V 乜乜 Porn 嗰啲网站咧，嗰、那个浏览量咧绝对高过你 Netflix 同 YouTube。哦，哇！咁呢啲真系即系唔使谂啦，系嘛？所以咧，袁嘉敏一条片低空访问已经有400多万嘅点击。萧若元啊，萧生啊，阿灯神萧，佢最高 hit rate 嘅一条片系巴拉沙湿之蛙嗰几条女大波妹接个奶奶出嚟招呼各位，然后喺度讲嗰啲咸咸湿湿嗰啲议题。萧若元啊，讲到个口都臭埋啊，都冇呢几条女嗰四对奶嗰几对奶奶咁高嘅关注度啊！哇，咁～真系嘅喎，其實呢個年代，總之有奶都唔止變質量咁樣簡單。嗱咁啊，阿蕭若元咧，點解係咁釘住阿林作嗱？佢柒咧，林作柒咧就固然噶啦。咁你話今次阿燈神蕭咧講得啱唔啱？即系嗱，首先我係比較中意睇阿蕭若元多過睇林作先啦。你唔好理佢講得啱唔啱，但系都有佢嘅 point 嘅，有佢嘅角度道理去分析得都 OK 好聽嘅。咁啊，原來咧蕭若元同阿陶傑有牙齒印嘅，因為咧阿林作又堪稱係阿陶傑嘅得意門生，係嘛？啊，就關事咗咩又？企喺佢嗰條水咁啊，梗係遮住佢啦。但系咧，阿林作咧都真係唔乸驚，佢最驚咧就係冇人關注。所以咧，萧若元今次咧，及佢咧，佢又扑出嚟回应。咁啊，究竟吓真系鹿死谁手？今日不得而知啦。会唔会演发另一场萧林大战先啊？喂，打老人加
70几岁嘅萧若元。啊，系咩？啊，系喎，系喎，都系喎。马战咧都唔得。诶，系啦，当初咧，阿林作系撩过曾培生咧辩论赛噶，不过曾培生唔 Q 苏佢咋？咩？钟培生啊？啊 ，sorry 吓，钟培生唔苏佢。讲嘢咁啊，应该系林作好啲嘅，但系佢亦唔系话非嗱文学造诣历史佢又唔够阿萧若元嚟啦。但系你话英国？佢真係喂，佢英文叻唔代表佢係真係有墨水嘅喎。一講埋曬嗰啲咁嘅另一個層次嘅嘢咧，佢又真係空口説白話，非常之表面啊，流於表面啦。佢講嘅嘢，哇！咁佢不嬲都係以刷存在感為由噶啦。咁你話佢有冇咩內涵深度？我相信冇一個聽眾會去理佢咯。就算我係投啱去補習班嗰啲學生，我都未必會理佢本身有冇乜嘢料咯。只不過佢係林作而出名，所以先會報咯。因为佢一个十优嘅女朋友咯，而唔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咩英国啊、咩律师啊咁样咯。喂，如果啊佢真系个人啊掂啊，即系其实系人都唔想俾人笑啦，仲要只谂住嚟笑。余美，我觉得佢同阿余美一齐咧，唔多唔少咧，都系想上报纸啫。余美吓、啊、一个点解咧？余美、啊，你余美个嘅搜寻字眼系咩？婚外出轨、偷食同黄子恒做 S P。哇，咁样嘅咩？原来唔系咩？哇，原来咁样噶。佢就系、是、佢老公就系捉到佢偷食，所以离婚。好彩冇小朋友啫。哦，哇，系哇，咁你呢咪未免又城府太深喎？突然之间会唔会啊？会唔会就系纯粹就系易沟易到手，又唔走又唔笑佢？喂，你知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公众嘅谐星，你要揾另一半啊。首先啦，咁啊，佢系咪一个好有钱我就唔知啦。但系如果系一个公众人物地系俾人笑，或者之前好似同阿钟培生大战呢一场咁世纪嘅大笑话，即系。呢、這个咁样嘅形象去沟女，仲要想沟翻啲圈内人，其实我觉得系有难度噶。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人哋当你朋友打拳，我都漏咗啲吓地下一地嘅咩散银俾你，你嚟舐啦，你舐足噶、哦，你收咗钱噶、哦，你竟然我当你朋友，你当我吓湿鸠，出卖我嘅 message 俾人哋，我真系觉得呢条友真系，佢为咗钱咧，为咗呢一个曝光率咧，佢系乜都喂，仲要500蚊啫、哦。咁我其实咧，我系一个星斗市民。我如果冇記錯咧，想當日啊，蘋果動新聞好似報四嚿係嘛？係四五百蚊嘅啫。喂，你咁樣收500蚊去出賣一個全城最 hit 話題嘅一個，即係相信係 cap 圖嘅一個信息對話，就未免會唔會水準太低啊？話曬都你都叫做哎呀，二世祖或者富二代啊！即係呢啲我真係覺得佢係咩居心，或者佢個人係咪真係醒目咧？咁啊，相信如果有上去補習班嗰啲學生都應該要諗一諗。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嘢，喂，要跟都跟個醒㗎啦，你跟個柒嘅真係，喂，好打都有限喎、啊。嗱、啊，所以咧做朋友唔講錢，唔做朋友反而講錢。唉、哎，大家啊，啲男士醒水啦，條女本身貪你錢，突然間話唔貪錢，哇，驚㗎，真係心都寒 Q 埋。最尾咧 ，round up 都要讲一句，钟培生，唉，真系很懂换姐姐嘅魅力、技巧、身材同反应，一般嗰啲妹子咧系真系冇得比嘅。咁我都觉得，即系我本身啊，即系我唔系好理娱乐圈呢啲嘢噶啦。咁啊，钟培生，我对佢就冇乜特别感觉嘅。我最记得咧就系佢啊，大大声声同阿林作讲话帮你阿妈教仔，我最深刻嘅啫。但系呢一刻咧，即系我望住成个画面都系袁嘉敏咧，两个都系柒，我都不由心去忘记咗人哋阿妈系嘛，羡慕同埋佩服阿钟培生。即係都可以食過阿袁嘉敏啦，我相信咧個37歲咧就好急於埋豪門嘅一個熟女咧，佢應該都不得了啦！嗰手功夫，阿鍾培生曾經嘆過，我真係望住鍾培生個樣，依家都有啲巨遠嘅啫。奉劝阿钟培生一句啦，喂，好心你咁 Q 有钱，你除咗吓喺花园嗰个咧20万嘅淘宝擂台，真系样衰咗少少之牛，你嗰啲咁嘅广告、讲词、公关嘅 PR 嘅工作，可唔可以请翻啲 professional 少少嘅人？喂，你去个兄弟嘅结婚，陈思欣嘅老公，你都要揾阿袁嘉敏帮你执你个广告，似唔似咧？韩国嗰个闺蜜们，你一个总统大拿拿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嚟讲嘢致辞，你竟然要个目不识丁嘅闺蜜出嚟同你斗嗰份广告？最尾搞到满城风雨落 Q 埋台坐埋监，真系咁啊！借鉴下啦，喂，唔系话咁，我相信佢应该有自己有啲娱乐公关嘅。佢就系柒到冇啊！边有人喂走出嚟喂？虽然佢而家系叫做乖仔吓，帮个老豆咧认咗头啦，叫做，但系你自己4隻字写住多人运动系出自你把口，你唔俾人笑到面都黄。喂，咁真系都呆咗啊！其实即系。是另类认证了自己是吧，对，有些说话收不回的，同埋亦都会将成件事立体了，我觉得。好啦，咁讲到呢度啦，希望呢我哋呢个大奶奶袁嘉敏呢飞快啲返嚟啦，我哋都想见到佢呢一个曼妙嘅身影出现喺香港嘅，唔好走咁远啦，我哋全香港嘅人同佢同进退，一定要保住佢，千祈要签嗰啲咩不自杀声明啊。哇，系。
咁我都要瘋狂地睇一睇袁嘉敏啲 YouTube 片，幫佢刷新啲 view 數先。係咁啊，係咁先啦，拜拜。拜拜。